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。你看这个相声是两个人说，其实就跟夫妻一样，就得特别的默契啊。接下来既考考沈老师和吴伟先生，也考考我们各位相声演员，看看大家谁的这个频道是比较相同的啊。就是我会说两个词啊，比如说方便面、炒面，这个我们被考察的两人要同时说其中的一个，我们看看你们选的是不是同一个，好吧？好的好的。我们这个先从前吉乐开始，好吧？粉笔、钢笔、钢笔，好，橘子、猕猴桃、橘子，哎，好，这个默契了一个。再看看这个刘季和冯玉丹啊，歌手、快递员、快递员，不知道，好，这个完全不挨着，说到要飙了。玩具沙发，玩具，哎，行，我选一个啊，来，刘章老师啊，哎，汽车、火箭、火箭、汽车，嘿，好，南辕北辙，哎，好，旅行、睡觉、旅行。哎呀，一点默契，就默契。这个沈老师明白这个规则了哈，咱他不行，他听不懂，听都听不懂。咱试一下，电视、电脑、电脑、电池。沈老师，我觉得现在是您中文不太好。是的，我就想，赶紧直接让他说，别让他掉沟里。来，咱再来一次啊，沙发、板凳、沙发，哎。说到默契啊，其实我们相声当中有一个传统的技法，就是考验默契的，就是双簧啊。应该说今天年轻演员会这个的不多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传统的双簧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舞台交给刘季、冯玉丹，有请两位。谢谢啊，哎。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对，当然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。哎呀，又来了，我们再换个开头行不行？今天这个相声啊，非常的不一样。还肥，多肥呀，这得，这非常。这个是必须要跟您合作的。哦，哎，这个相声的形式，很多朋友都不是很了解了。冯老师啊，您容许我在这跟大家说一说吗？哎呦，我这什么嘴呀、啊？这是，那叫允许我跟大家说一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哎，为什么跟冯老师合作呢？啊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表演的这个形式叫双簧。嗨，这也不是什么很新，上回咱不就演过了吗？哎，上回演过了。对呀、啊，叫双学艺人啊。这个形式为什么咱再来一次？为什么呢？说心里话。会的人不多，哎，这话对，哎，一是因为这个节目比较难，哎，哎，这个评为什么呀？叫非物质、非文化、非遗产呢、那就该灭绝了，那就这叫什么三无产品呢？我们这是我不太懂，那叫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哎，您这个艺术形式应该把它传下去。是，但是讲究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合作。没错。说实话，如果不够默契的话，这个双簧不好看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跟冯老师合作呢？为什么呀？人家的祖上啊。就是研究双簧的、啊、这话没错、这个、没错吧？哎，对了，您的这个师爷，哎，对对吧，就是一个双簧的表演艺术家，孙宝才先生，相声表演艺术家，但双簧见长，是对吧？哎哎，人送外号叫大狗熊。哎，对，我师爷是有这么一个外号。您想想，这外号在以前都能叫得响、是，可见老百姓对您师爷的喜爱。哎，有外号都老百姓给一代一代往下传，是，传到您的恩师啊，小狗熊啊，传到您西伯利亚棕熊，可以说这一代一代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呀，我也跨国了是吗？我还西伯利亚，我不是啊，你师傅小狗熊，不是，他不就是传承吗？那也没有传外号的呀，这个。你看你师爷大狗熊，你师傅小狗熊，你西伯利亚棕熊，这一说出来，传承有面啊。我们都上国外去了，传承哪儿去了？我们这个出国演出吗？什么乱七八糟？去德国吗？没听，我上德国干嘛？德国西伯利亚咱展览吗？不，哪儿的事儿。也没有那个、对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哎，对对，就这门技艺，哎，您的师父教给您的、是到您这一辈了，您也算把它继承下来了，学点皮毛。今天来到这儿啊，咱呢简单跟大家介绍介绍。好，上一次说的不是很清晰，对，咱说这个师承里边的关子是什么？首先来说，您看这个双簧演员需要化妆，哎，对了，脸上铺的这个粉，哎，它有讲究，哎，有学问。如果没有师承的话，随便来一粉一铺。
是，但时间长了您演不了，怎么着？烧脸。哎，这话太对了，对吧？嗯，您用的这叫什么粉呢？我这叫鸭蛋粉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鸭蛋粉，没错，这个是双簧艺人特意买的。哎，这一般地儿买不着了。对了，有传承的。哎，是了，是吧？哎哎，再者说，来啊，这个粉怎么画？您跟大家介绍介绍啊。这粉呢，画的不同啊，有画长条的，有画圆的。对了，还有点俩点的，哎，都不一样。这个啊，您可一定记住，这是传承，是不是像小孩啊，屁股遮了，您给点。痱子粉，您噗噗噗噗噗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这么说合适吗？我们往脸上抹，你拿屁股举例子。小孩什么小孩屁股也不行。小孩嫩稠吗？我们这不是痱子粉，不是痱子，我说了吗？鸭蛋粉吗？哎，鸭蛋粉。您给朋友们现场拌上，您表演表演。那我来了啊，您给介绍介绍。咱来个最传统的。哎，好嘞。这个鸭蛋粉怎么铺？这个分了，横着的，有竖着的，有点点的，为什么呢？增加喜剧效果。让你一看这个人扮完以后招人喜欢，老话说得好，人不打扮不好看，打扮完了你再看。来，老冯，嗯，打扮完没？马上。哎，给大家露露脸啊。哎，好嘞，绝对是一片掌声。嗯，您看看这扮相。哎，来，走，兄弟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大岁数没对象啊？为什么呢？就这门艺术耽误的。哎，像话吗？接下来还有一个扮相。哎，对了，头上戴这个东西。哎，我得戴个假发。哎，这个大家不是很了解。哎，对了，这个可有讲究了。嗯，等他戴上以后，我再跟您介绍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对他们这个行业来说，也有一个术语啊，叫什么呀？这个啊，这根叫朝天蹶子。哎，你拉倒吧你，朝天蹶子呀！朋友们不懂了，那得多大味儿啊？那得那叫什么呢？你脑袋上顶个蹶子？啊，不是，咱就说俗语吧。我们这叫冲天杵，还论根儿了还。啊，冲天杵多新鲜！冲天杵，啊，那咱就准备了。那现在开始准备了，咱来个什么呀？咱来点难的啊！什么呀？咱上来以后啊，就给大家亮点真功夫。好啊，您看这双簧啊，看你肢体为主。那肯定大事大项啊！咱来个学舞蹈。哎，这行行不行？那来学舞蹈，我得把我美丽的脖子露出来。哎呦，哎，让大家看得更加真切一些。哎，行啊，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让大家看得明白。太厉害了，尤其您盯住这个蹶子。哎，这冲天杵啊，冲天蹶。我这什么叫冲天蹶啊？朝天杵。哎，这不是我上哪儿杵去？我这您叫什么？独角兽。冲天杵，冲天杵。哎哎，那我求把椅子。哎，行，您求把椅子。我求把椅子，待会儿呢。看您在前面撒泼卖相。什么叫撒泼卖相？我跟谁撒泼？撒头卖相啊！在看您在前面三个头卖相。我哪有那么多？我哪吒是吗？怎么都不对呢？是，行了，您就甭说那个俏皮话了。老话说清楚了啊！看您在前面撒头卖相，我在后边说学逗唱。咱说来就来。那我求把椅子去。啊，行了，您去吧。您别动了。哎，好嘞。您别吓着别人。这个他下去，我给介绍一下。这个醒子呀，就是开关。他往桌上这么一拍，我就不能动了，一切的行动全部听从他的指挥。他说往东我不转，往西他说撵狗我不撵鸡。哎，就这么灵验啊。那咱可就现在开始了。那现在开始了。那您回后边吧。我就回后边了。哎，得嘞，您在前面了。好嘞，醒子一拽您可就不行说话了。哎，没错，咱可准备好了啊。哎，那咱现在开始了。开始吧。好，要我做我不做，我给大家扭秧歌，说扭就扭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哒，嘎。哒啦哒哩嘚儿啦，哒啦哒啦哒哩嘚儿啦，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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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哒啦哒哩嘚儿啦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啦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啦，哒哒啦哒哩嘚儿啦，嘎嘎嘎嘎嘎。
扭完秧歌还不够，我给大家跳段迪斯科，说跳就跳，空叽咔嚓叽咔叽咔咚嚓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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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哒哒啦哒哩哒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啦哒哩哒哒哒哒啦哒哩哒哒，咚叽个恰叽个叽个咚恰，咚咚恰叽个叽个咚恰，咚咚恰叽个叽个咚恰，咚咚恰叽个叽个咚恰，哒哒啦哒哩个啦哒啦哒啦哒哩个哒哒哒啦哒咚咚恰，咚咚恰咚咚恰叽叽咚恰，咚咚恰咚咚恰咚咚恰，哒哒啦哒哩个啦哒啦哒啦哒咚咚恰咚咚恰哒哒啦哒。你没完了你，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差点你给我折腾坏了，我哎妈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，知道吗？我一身汗呀！哎呀，您到后边挺痛快呀，在这。这个行业怎么这么费体力、啊？您在后边练 B-box 呢是吗、啊？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吧，怎么着？您看看这样行不行？啊，接下来啊，您在这儿演您的，啊，我不搅和您了。干嘛？我到底下坐着去行吗？什么玩意儿？我光在台上嘎巴嘴儿是吗？不是，这现在都有麦克风了，它传声也方便。不用，好好给我来，知道吗？哎、那咱这样吧，咱来点新的。新的。您看啊，现在这双簧啊，为什么很少有人看？就是觉得这个双簧的故事剧情太老套了啊，那都这样啊，咱创造点新的吧啊，再来点七版的爱情故事。什么爱情故事？国外的有一个叫泰坦尼克号，非常经典，不是老电影了。再来这行吗？行啊，你一人去两个角色。哪两个？一个杰克，一个 Rose。 哦，演哪个桥段呢？哎，演这个杰克 Rose 掉到海里这个桥段。哦，撞完冰山了以后，哎，这 Rose 在漂浮的这个木板上。好啊，杰克在水里。我太会演了，知道吗？对呀。那咱来这段啊。来这个啊，现在开始啊。哎呀，可要命了，这不许扭秧歌了啊！在苍茫的大海上，有一群海豹在冰川上注视着一段历史的开始。第一只海豹，第二只海豹，第三只海豹，四只海豹！哎，美丽，你等会儿吧，你，我实在是学不了了。没听说完，双簧怎么还出动静了？你给挤的这呀、啊，这个不是你这怎么有问题？这俩快冻死了，知道吗？还有信心数海豹的是吗？不是你这说，不是培养那个场景、啊，进入剧情吧，您呢？就现在开始。他要了命了，这个。Rose 趴在了木板上，而杰克倒在了冰冷的海水里。杰克双手紧紧地扒住了木板，对 Rose 说 ：“Rose， 我不行了，我要走了，你要照顾好你自己呀、啊、，Rose。”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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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而 Rose 在想念着他的杰克，他冲着海水大喊 ：“Jack， 你不要走 ，Jack， 你不要走 ，Jack，Rose。”你要照顾好你自己，
我真的要走了，我不行了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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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，你不要走，姐，你不要走，姐。Rose， 你不要再薅我了，我头发都快被拔没了，我真顶不住了。Rose， 你让我走吧。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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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Jack， Jack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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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叫我了。精彩的双簧啊，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一个传承啊，再次感谢两位啊。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相伴相伴啊，磕磕绊绊之后那总要有一个赔礼道歉，对吧？有一个人服软。沈老师跟吴伟先生平时谁经常会先说对不起呢？比方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些矛盾哈，然后他就会离家出走了。啊，出走了啊？对，离家出走。您这脾气可大点啊。然后呢他就会在回家的路上说，沈小姐，我在什么什么地方，你需要什么我帮你买什么东西。哦，哎啊，我就知道他服软了，他回来想有个好的那个。那我一下我就觉得好温暖啊，就是不用说对不起。然后我就会说，外面冷吗？嗯，嘿，哎，这就俩人就对上频道了。非常知道怎么见台阶就下，嗯，然后连滚带爬就下去了。以前谁都犟着，就说你必须要跟我说对不起，对，你必须要跟我赔礼道歉，啊，你必须这个事儿是你错，这个事我对。我觉得夫妻之间，咱们不说了吗？没有子丑寅卯，哎，没有对错，谁对谁错？哎，那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夫妻之间说对不起这件事呢？哎，前提是你最近说对不起比较多吗？最近？也没有，因为我老惹我妈生气。老惹你妈生气。那今天这个段子叫什么名字？叫不说对不起。不说对不起。那这个坚持得住吗？试试吧。试试啊。行，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前妻宋伟杰，有请两位。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朋友们还是那么热情啊。哎，我最近发现啊。又发现什么了？咱们中国人啊，很少或者不说对不起这三个字。不可能啊。为什么呀？我天天说呀。你天天都是跪下不用说话了。不是不是，那对不起经常挂嘴边上啊。不不不，你错了啊。咱们比如说做错事儿啊。对呀，会表示抱歉，但很少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。真的假的？咱比如说外国人啊，比如遇到抱歉的事儿，是会经常说，嗯 ，I'm so sorry， I'm so so sorry， I'm 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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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rry。这什么倒霉模样啊！反正他会很直接的说出来这三个字。哦，人家直接说出对不起。对，是吗？不是，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。你具体说说。比如说你，我和你的亲弟弟，嗯，张淑芬先生，你等会儿吧，你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我觉得你这话槽点也太多了吧。哪一点？不是，姓氏跟名字都不对呀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呀。你管他叫什么，我弟弟不完了吗？就跟你亲弟弟啊，一天到晚的打打闹闹。是，哎，从小到大难免有那么点小矛盾。我们都爱开玩笑。他会跟你这么说。他说什么？哥，嗯，你被窝里那玻璃碴子是我放的。这什么弟弟呀？这是你也得说呀。那我还说什么呀？没事儿，兄弟啊，哥心里都知道。好，你枕头下面那二踢脚是我点的。我们哥俩活这么大真不容易呀。你看没说对不起吧？啊，那也道歉了呀。对呀。但我觉得你说这个啊，说明我跟我弟弟关系太近了啊。关系好，那是一家人呢。他不那么直接表达，不好意思说出来这三个字。这要跟外人，那就说出来了。外人，对了，也不会说对不起。怎么呢？再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职场上，哦，工作，对，老板和员工之间，哦哦哦，哎，如果有点小问题啊，做错事儿了，也不说对不起。哎，你这胡说八道了。怎么了？在职场上有工作失误就应该道歉说对不起。你上过班吗？不是，你就跟我这样，职场得道歉说对不起。那可不道歉吗？你连班儿都没上过。那怎么意思啊？像我们这种职场精英
你呀、啊，叱咤职场风云啊！我得告诉你，你告诉我，在职场上啊、嗯，如果做错事情，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冷静，冷静，先冷静，想一想，嗯，怎么把错误推给别人？你等会儿吧，你，推卸责任是吗？学会甩锅哟！不能这样，你看、啊，一点责任感都没有，在职场上，就算是老板犯了错了，都得直接说对不起。不可能。啊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也太……我的老板不会犯错，这是重点吗？这个，等我把这段剪下来，我放公司循环播放。你行，你求生欲太强了，你这才是职场。也不是，不是，怎么呢？老板犯错了也必须道歉，说对不起。不可能啊！咱俩跟这儿表演表演，还得表演。对啊，那怎么演呢？这样吧，我来演这个员工啊、哦，你来演这个老板。我演老板、啊，对，肯定说不出来对不起。哎，我绝对说得出来。那咱开始，来一回。这个宋总，哎，你好，小钱啊，哎，你看今天这事儿吧，怪我想的不周全、啊、不是您想的不周全，是我功课没做到位。嗨，这事儿啊，主要怪我，怪我做的不周全了。不，你不能这么自责、啊。我跟您这么说，老板，这个问题、啊、出在我，嗨，我这没做好准备工作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跟您这么说。我肯定认真工作，哎，下次没有下次了，我努力工作，这个问题一定都会解决的。哎，老板，这样我先忙了，哎，我走了。你看，是不是没说对不起？不是，你这话也太多了吧？就这么说啊？哎，说出来之后呢，问题解决了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的老板呢也很开心，没不高兴，也没说对不起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明白了。嗯。你要这样换过来，怎么换？老板可能多少有点架子啊、嗯，他放不下来，放不下来。但员工要犯错误，肯定得跟老板道歉。员工道歉，对了，也不说对不起，绝对说得出对不起这仨字。那咱再表演表演，这回怎么表演呢？这样呢，我来这个老板，我演员工。那咱们开始，我跟你道歉。嗯，那个老板，开除。哎。下班了。哎，我说，抗气得气。我说，嘿，怎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？别说了。什么就别说了呀？不完了吗？不是，你得让我说话呀。你还得说话。你别不能直接开除啊。你现在这捧哏怎么那么多话呀？我没说多少话呀。烦死了！现在捧哏演员事儿真多，还得说话。谁事儿多了？你得容我解释，说前因后果呀。哦，还得说前因后果。多新鲜呢！行行，说吧，说吧，说吧。这捧哏事儿真多哈、啊！老板啊，你看怎么了？今儿这事儿吧，怪我想的不太周全哈。对，就是你考虑的不周到。是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呀，就这么点事儿就说不明白吗？您得是不是？你说就你考虑不周全，大伙儿怎么都能考虑周全啊？对不对？你第一天上班吗？你第一天给我捧哏吗？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怎么那么些个事儿啊？你说现在这捧哏演员啊，话又多，事儿又多，非得演这演不行，那演不行。你说三分逗，七分梗，他用这儿了。你说这讨厌，这天到晚的，开除。我在哪儿上班啊？我，甭管你在哪，怎么还有捧哏的事儿？这挨得上吗？这个，甭管你在哪儿上班，反正你没说出来对不起。你也得容我说，你跟机关枪似的，当当当当当，干嘛呢？这是你瞧。他又不乐意，不是 你们这捧哏演员事儿太多。这是我们捧哏演员事儿多，这样我也不跟你抬杠了。你说，咱就说，那这样得了。嗯，工作上还是熟人，还是熟人。只要在大街上、公共场所，两个陌生人绝对得说对不起。陌生人之间。对了，也不可能。这还不能说对不起吗？就比方说吧，啊，在公交车上是有点这个小矛盾啊。什么小矛盾啊？这大哥给那大哥腿踩折了。你管这叫小矛盾呢？稀稀碎啊，那能叫？这都踩折了，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那么好脚法呀、啊？鬼脚七呀、啊！啊、哦，不是，那这不小矛盾吗？小矛盾就碰了一下，碰了一下，嗯，也不会说对不起，绝对得说对不起。那咱再表演表演，还演呢？这儿就是公交车了，他们都是乘客，是。咱们跟这儿坐公交车啊、哦，咱俩坐公交车，发生点小矛盾啊，是啊，我就是那鬼脚七，你也要把我脚踩折了，怎么着？那不就两个普通人。陌生人在车上碰着了，行，那咱再来啊，有点小摩擦啊。哎呦，你虾呀？你螃蟹呀？你是不是虾呀？
你是不是螃蟹呀？你是不是眼瞎呀？你是不是眼螃蟹呀？你俩水产。你说的水产。我说你是不是看不着我呀？我看不着你，个儿太矮了，我能看见你吗？真是。难怪呀。眉毛下边放俩蛋，光会眨眼不会看。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这人就这么说话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小嘎巴豆你欠收拾吧。你说谁小嘎巴豆？你踩着我了你。哎，我踩的就是你。你说你挺大个子欺负人是不是？哎，我都看着了，我可没欺负人呢啊。嘿，你少跟我这阴阳怪气的。我没阴阳怪气。我跟你说，我掏刀。你掏掏刀干嘛你？抽你俩嘴巴我。哎呦，您都多余掏那刀啊。你就跟我斗气儿你啊。我就跟你斗怎么了？抽你信不信？这你够得着我吗你？我蹦起来抽你。你蹦起来就到我科技盖你真是。讨厌你斗气儿你讨厌。我就跟你斗气儿怎么了？我跟你说我叫人了。你叫吧。我叫人吓死你。你叫谁我也不害怕。他来你准怕。你叫谁呀、啊、鬼脚七呀、啊。哎别说了。说相声啊，沈老师很放松、啊，是不是忘了接下来要来夸你了？这可咋办呀、啊？而且他们都是专业的，啊、就一个业余。啊、对对。是是，没没说的太对了。他很可爱的啊、嗯，因为大家都喜欢他，嗯、就说你是业余的、嗯。如果不喜欢你，谁都不会跟他开玩笑。嗯、是也好，怎么哎哎，怎么说都行。真好，他真好，他真的好。不是，那为什么他没媳妇儿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很多人开不起玩笑的。对对。我觉得我今天来到这儿，我认真的听了咱们好几段，嗯，我觉得特别幽默。嗯。可能我们两个人上去说就变味儿了。嗯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呀？您，我觉得我们就该说啥说啥。把您生活当中有真情的幽默表达出来，我觉得观众一定会喜欢，对好吧？对对嗯，接下来舞台交给沈丹平老师，不会先生，还有孙涛，有请三位。哦，阿福，大家好，我是沈丹平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伟，德国人。今天我带着我先生来说相声，我们特别开心。其实我们俩都特别紧张。是的，特别紧张的。但是，这个环境很有意思，我很有兴趣跟你们学。别鼓掌，我没兴趣了。上哪儿？您紧张，一上台你们俩您一句您一句，这不让我说话呢，怎么就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跟你说，小超 啊，你像他说的又臭又长，我觉得这样啊，他呢是一个外国人，他对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呢不是很了解，所以你要原谅他。哦，您对传统文化不了解？对，你应该早一点给我准备的，他一点都没有给我准备今天的节目呢。啊，不是不是，赖您，我跟你说 啊，你看小超，嗯，他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我是他老师，我没好好教他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但我觉得人也够不错，这中文可以了。你的中文比他棒多了，你看你这么小小年纪吧，中文这么好，你看他这么大岁数，你看这中文说的，我真是服了他了。他是我的老师，啊，中文老师。哥，你看了这？我跟你说，哎、别说了，你呢？就是这个老外的榜样啊！我是榜样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咱说实话，各位，就这家这两口都不会说话，我告诉你。啊，那个，我刚才听沈老师说我是您的榜样，就是说中文这方面。哎呦，嗯，我中文怎么样？我中文，太精彩的。这听着别扭，反正这句话，这我头回听说，我这个中文在外国人眼里我算太精彩了。小叔，我觉得不错，我觉得人说我了，说我这中文不错哈。啊、胡说八道在这儿？什么叫胡说八道？这更不像话，这个，这更不像。咱我跟你，咱不聊这中文的事了啊，咱不聊中文的事。聊点别的啊，我问问您啊。所以你想一想吧，我容易吗？我您不容易。闭嘴吧，您不容易。咱进来说，来您在这，咱进来说。不，那我问问您啊，您说就是说您夫妻二人这四十年可以说是相濡以沫，对不对？您看我们这，包括我，包括这个刘哥，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个观众，您说对于我们这要结婚的，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？我的建议是，结婚不能太着急。
我就是太着急了，小超。哦，怎么讲？你看，23岁认识他，24岁结的婚。哎呦，然后25岁生孩子。啊，哎呦，这个婚姻啊。啊。就是生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啊，当牛做马。哎呀，你说我冤不冤啊？就是太着急了。哦，他觉得他过得冤，他觉得对，对，对是什么话呀？把他给承认了。哦，您这些年过得冤，那您具体说说有什么事儿？就是我现在我就觉得他是个骗婚的。哦，就是骗婚了啊！骗回家40年。啊，我呢其实也没什么爱好。哦，您啊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哦，然后我平时呢，我就特别喜欢做点手工。做手工，这有什么错呀？啊，对呀，对，做手工啊，我就特别喜欢做抱枕。我觉得抱枕是个很温暖的。你听人说着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爱说你，真是好。那我一做抱枕，他就给我挂脸。挂脸啊？挂脸就是挂外国脸。不是挂外国脸啊？有什么意思？我没理解。就是不高兴的脸。哦，不高兴了。不喜欢我做抱枕。这为什么呀？跟他，您做跟他没关系啊。就那抱枕啊，就是啊，晚上得。撤下来哦，从床上撤下来。对，然后白天呢，得把那个所有的抱枕啊，得放好了，漂亮的展示一下。这没问题啊，这没问题。大老爷们干这点活，对不对？拢共才几个抱枕呢？100多个啊。是，他还说我骗人的，哦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对，我说你骗胡说八道。哎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这又着急了，胡说八道，这不能着急哦。就因为这抱枕，您平常您两个就发生矛盾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家，我连抱枕都做不了了，那我干嘛要在这个家？干嘛要跟他在一起生活？对吧？您说差一点，您说太对了。我跟他说两句。啊，好，我跟他说两句。说吧。啊啊，哎呀，他指挥我。我问问您啊，我问您，就平常就沈老师这么说您，您生不生气？我不生气，我也不会打他。啊，如果有人打，那就是他想办法打我。他打你了，还是他的？对，他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啊，还是他在厨房的？如果他生气，啊，拿那些盘子和东西，咚咚，这样声音很大的。哦，这我真头一回听啊，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摔盘子了，我摔盘子了，然后因为要把它摔坏了我才高兴。哦，但那盘子摔坏了才高兴。对，但那盘子就是没摔坏。然后有一个那个人就问我说：“你们家盘子在哪儿买的呀？”我也想问呢，我也想问呢。把我气够呛。哦，塑料盘子吗？没摔坏吧？不是。哦，那然后呢？他还怎么您了？这个是我们每天的生活。24岁他结婚的。啊啊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。啊啊。那种，还有这个啊，弄我的那个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吗？刚才讲那个啊，对对对，您再说说，我记不住。那个在我的那个肉，他就这样这样啊。哦，我如意吗？我啊，你看人讲的真好啊，人说的真对啊，这人说的真。这他家还不容易。对对对，那我再问问您啊，我再问问您，那您看，比如说像我这要结婚，您给我点什么建议呢？别找外国人。哦，不能找外国人。哦，不能找外国人。哎，我跟那个外国人结婚的。啊啊啊！我知道，就是应该啊，应该不跟你结婚的。啊，不，就说不让找你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还有吗？您再说说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您夫妻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摩擦？我特别喜欢家里面干净，有错吗？啊，然后我擦地，我把窗户擦擦，窗明几净，他就老挑我的刺儿。他怎么他挑您刺儿？家里面为什么这么干净？啊，这家这个沙发那么白，我坐哪儿啊？我这地我不敢走了。哎，你说有这样的人？对，您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要看我的那些书。哦，看书。我要写我的那些书。啊啊，他就啊，不好看啊，不好看，不好看啊，不好看啊，没有就影响。哎呀，真是，您挨揍都该呀，我告诉你，该呀，搁我也揍你。这哪是人，这多好啊，这个不对啊。不是，我就说小超啊，人家不喜欢这个。他不喜欢啊，人家就喜欢你在那儿写什么啊，做点什么文章，然后搞点什么艺术啊，搞点什么那个啊，对，没法弄。对，比如说他画画，我喜欢他做这样的事情，不是那种。这日子怎么过？没有必要的，每天就做这样的事儿啊？是吧？是吧？对不起的，亲爱的。用不着对不起。
刚说这不道上欠了呢，怎么？他可能对于中文掌握可能不太灵活。这么办吧，沈老师，今天就是咱们群英会这个节目这个机会啊，咱也别光说就是您在这讲，您刚才也是这个访谈的时候您就抱怨说吴伟先生怎么不好怎么不好，别您老说了，咱今天让人说两句行不行？让他说几句。让人说两句，但是咱说好了，说归说，咱别让人用这个中文了，用德语，德语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啊？听不懂啊、哎、那好办了，今天您讲两句，您讲讲您这些年就是你们俩夫妻之间的这个生活上，您用德语讲讲您的感想行不行？我给你翻译啊。 Wir lieben uns seit 40 Jahren. Es ist eine wunderbare Liebe. 听懂了吗？听懂了，这句太好了，这句咱说是德国人，咱有礼貌。他说他什么意思？他上来之后啊，他先说，就是刚才这一串是什么意思？是说，大家好。他的德文真精彩。我得了又精彩了。这外国人太蒙圈了吧。哎，行，你喜欢就行，你接着说。Vielen Dank。懂吗？不懂。懂不懂？哎呦，你能懂什么意思呢？讲述了说你们婚姻生活当中这40年，他对你可以说是深恶痛绝，他要不是说有素质他就骂你。哎，对吧？是这意思。来接着讲。对，他的德文呢啊比他的中文还好呢。我跟你说，这外国人啊，要说话厌恶啊，真比中国人还难受。来，您接着说。Ich liebe dich unsterblich, 沈丹平。这个明白了吗，沈老师？提你名，沈丹平骂你了，还嘴儿，外国人还嘴了。我给他还一句。这您也得说。Ich liebe dich unsterblich.Uwe， 不是，还嘴儿不是说就是对亲一口啊。这玩意我上哪还嘴儿？我跟你说，各位，现在我恨不得把他们俩那个大腿肉软的地方，我就给他啊！我去你的吧！谢谢，非常精彩。再次请到我们各位演员们。这个，哎，我先问问吧，这个沈老师，最后您说这句德语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说的这句德语，其实我是能懂的。他就说，沈丹平，我爱你誓死不渝。啊，哎呀，真的是很感人啊！我真以为是骂街呢。好吧，反正我的感觉，今天跟你们在一起的，很精彩的，很你们的艺术，你们的艺术。是我从现在我经常就要看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谢谢，也是推广我们的相声艺术啊。这个今天丹平老师和吴伟先生啊，这个是第一次来说相声，可能按照相声的要求还有距离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段相声除了带给大家欢乐，更多的带给大家很多甜蜜的分享啊。再次谢谢丹平老师，谢谢吴伟先生，谢谢，也期待着二位经常来我们群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甜蜜的故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露怯了。好，也感谢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下周23的晚上9:20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，我们下周再会，谢谢大家。